是辽阔的衣裳，大东辽阔西方，光来光去神荡何妨，引起辽阔幻想，燃起辽阔希望，你想做什么？你这人怎么爱管闲事啊？小心点，我是怕你掉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本来就要跳海。你说什么？我不想活了。小姐，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又不认识你，跟你开什么玩笑？哎，哎，你干什么？小姐，你放心，我没有恶意。你是做什么的？记者，我是从台湾来的。小姐，你贵姓？你想采访新闻？不，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海鸥。海鸥？啊，你家住在哪儿？我叫车送你回去。我家不住九龙，我家住在香港。那你过海做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是要过海，我是要跳海。啊？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我？说给我听听，什么事那么让你想不开？有什么困难
我也许可以帮你解决。我杀了一个人。你杀了什么人？我的丈夫。你结过婚？没结婚哪来的丈夫？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欺骗我，我非杀他不可。我为了他跟父母断绝了关系，让家里赶了出来，跟他生活在一起快一年了，他居然拼上了一个舞女。我跪下来求他不要抛弃我，他打我骂我，说他根本没爱过我。如果你是我，你说是不是要杀了他？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你是刚从家里出来？嗯。你是用枪打死的？我没有枪，我用酒瓶把他头打破了。啊，这怎么得了？他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吓得从家里跑了出来。你断定他死了？当然。这可怎么办？要不要回去看看？我怎么敢回去？那你的父母呢？他们都到美国去了。那个舞女在小巴黎舞厅，她叫梅芳。小巴黎的电话几号？我不知道。我去打个电话，叫那个舞女到你家里去看一下，说不定她没事。不行啊，这是唯一的办法。你等一等。小姐，请问茶号台的电话几号？叫零八。谢谢。喂，请问小巴黎舞厅电话几号？啊，对，是舞厅。啊，谢谢。喂，小巴黎舞厅，请找梅芳小姐讲话。什么？没有？不会没有？你是不是小巴黎舞厅？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梅芳的小姐？喂，喂，你有没有看到这位小姐？已经走了。哦，头一次到新加坡来。哎，是的。请啊。介绍一位小姐陪你跳舞。你们这个唱歌的小姐是不是从香港来的？是的，此地请的，唱得还不错，不过没有名气。她叫什么名字？叶星，树叶的叶，馨香的馨。千千万美丽的花朵，美丽的好花儿不多。文经理，
等他唱完了歌，能不能请他过来坐一下？可以可以。结过婚没有？没有，结了婚到处跑，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经理，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台湾来的于先生，他说看你很面熟啊。真的？那以后请多多捧场了。哎，坐坐坐，请坐。叶小姐。你不是本地人？哎，你怎么会知道？啊，于先生是新闻记者，消息当然比别人灵通了。哦，那就难怪了。我是从菲律宾来的，你到过马尼拉吗？没有。叶小姐，不久以前你去过香港。香港我是很想去，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听说香港很好玩。于先生，你在香港有没有熟人？能不能介绍我去唱歌？哎，新闻记者交友广阔，于先生这次到新加坡来观光，你好好的陪他玩几天，请他帮忙，那还不是一句话吗？好，于先生，我陪你。谢谢你。你真的看我很面熟？你想想看，除了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没有见过面。你没有去过马尼拉，我没有到过台湾、香港，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不过我倒很希望我们能够早就认识。怎么？于先生，你跟我们经理是好朋友？是报馆同事介绍的。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经理说一说，把我的合同再续一期？因为我不是大牌歌星，我的合同到这个月底就满了。我帮你说说看，也许不会发生多大力量。谢谢你。冰淇淋，好，两个，谢谢。这是胡姬花，你喜欢不喜欢？我喜欢紫颜色的花。你喜欢海鸥吗？海鸥？嗯。一个人能够像一只海鸥有多好，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飞翔，也不必为生活奔忙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17岁。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爸爸喜欢喝酒，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没有事情做。我妈妈常年生病，躺在病床上。我还有个哥哥在马尼拉坐牢，他不务正业，专门惹事打架，要不然家里也不需要我出来唱歌赚钱了。唱歌这一行也不简单，要唱得好，长得漂亮，会交际，会应酬，才能够红得起来。可是我一样都不行。我认为你很不错。不怕你笑我，我唱了几年了，能穿上台的衣服只有一两件。我们不谈这些，走，我带你去玩。
是磨磨叉叉的地方，可惜我们来太早了。什么叫磨磨叉叉？啊，磨磨叉叉就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有椰子汁，有番薯，有凉粉，还有……哎，你别乱丢，你看。你说什么？我这是说的马来语，说你是最好的三轮车夫。怎么那么臭？一滴榴莲 ，bagus wangi sekali。他说这是榴莲，是水果之王，很好吃的。coba coba， 保养 bye。Satari, Yara Satu, Rebang Wang Ren, Yang Araman, Manis Kari. Terima kasih. Saya rasa Satara, Yara Satu, Prang Chung, Yang Sungkeska. Terima kasih. 听说从前苏门答腊有个王子，他出外打猎，看见了一只黑头白胸红身体的野兽。有人告诉他叫 Singa 就是狮子。王子相信有狮子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他就住了下来，起了个名字叫新加坡，意思就是狮子城。哦，台湾很好玩吧？一定比这儿好玩，要不然你也不会急着回去。我已经超过回去的期限了，再不回去报本就不要我了。昨天我跟一位台湾来的歌星聊天，他说愿意介绍我到台湾去唱歌。你想不想到台湾去？不过我唱歌的水准比台湾的歌星差得多了。我欢迎你到台湾去，但不一定是去唱歌，我希望你能去读书。你真是个好人，但是想法太天真。我家里……把你家里的地址给我，马尼拉的地址。做什么？我好给你写信。你真的会写信给我？那真是太好了。我以为你回到台湾就会把我给忘记。叶欣，明天我就走了，你不要去送我，这点钱数目很少。你这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想……不，叶欣，我们就要分开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你知道我对你是没有任何企图的，你不用，可以把钱寄回家，给你母亲买点补品。我给你钱，纯粹是朋友的立场，没有半点轻视你的意思。别难过，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好？你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不配你待我这样好。你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
来晚了。怀这次从国外回来有点不大对劲儿啊，哥哥千挑万选的找女朋友，这个不好那个不要，没想到他会喜欢一个歌女。快三十了，应该正正经经的交个女朋友，我真替他着急。看样子啊，这一次哥哥好像很认真呢。沐风，你得帮哥哥留意一下，你的同学里头有没有合适的人。哎，哥哥回来了。妈，有没有我的信？有，是马尼拉来的。哎，快拿来。嗯，叶欣是谁？你少管，给我。你先告诉我，我才给你。快拿来。骗你的，对不起，这封信是马尼拉退回来的。妈，你看哥哥的表情，一副失恋的样子。不怀，是怎么回事？你上次寄到新加坡的信也是退回来了。以后不要拿你哥哥开玩笑，他那个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事儿都要想开点儿。奇怪，地址绝对没有错，怎么会退回来？我早就跟沐风说了，叫他常常带同学到我们家里来，你是早该有个合适的对象了。这是两回事。妈，这可不能怪我，我哪一次带同学回家不在他面前打个转，他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好像我同学都是丑八怪。我告诉你，我就是永远不结婚，也不会娶你的同学。哼，你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你别担心，我不知道哪个倒霉的男人会娶你。哼，已经有一大堆男生在等着排队呢。好了好了，你们俩见了面就斗嘴。哼。哎，沐怀，这个小姐很漂亮，你女朋友啊？嗯。在读书？不，在新加坡唱歌。啊，想办法把他弄到台北来唱，你就可以近水楼台了。他本来也想到台北来，奇怪，我写给他的信通通都退回来了。哦，断线了。做记者再难追的新闻都追得到，追个小姐会追丢了。真没面子。于沐怀，总编辑查你。嗯。总编辑，请坐。谢谢。你的这篇东南亚纪行写得很生动，也很有趣味，读者的反应都很好。谢谢。啊，还有几天结束？大概还有四五天。啊，尽量再写长一点。希望你着重华侨在当地奋斗的事实、经济的潜力，报道的越深入越好。哥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明天我把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同学请到家里面来，介绍给你。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喜欢唱歌的，我这个女同学很会唱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样啰嗦？不过我要跟你说明一点，追求她的人很多，从台北排队可以排到美国，能不能追得上完全看你了。哎，请你出去，别耽误我写稿。我告诉过你，我对你的同学都毫无兴趣。哎哎哎哎哎哎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眼看他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你不用介绍，我认得他。雨裳，你认识我哥哥？对不起，我不认得。那我大概遇见鬼了。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哥哥大了不太舒服，脸色好难看的。你怎么了？是不是真的不舒服？我想你也不姓叶了。我为什么要姓叶？我姓杨，他叫杨雨裳，羽毛的羽，衣裳的裳。哦，那你也没有去过香港？啊，香港我去过。什么时候？2年前，跟我妈妈一块去的。我想，你一定也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不起，也许在路上遇见过，但是我没有印象。是我认错人了，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再见。你哥哥怎么了？他把我认成谁了？谁知道，神经兮兮的。他从前是不是这样子的？没有，是你长得太漂亮了，他一看见你就昏头了。别开玩笑了，我要回家了。嗯。今天老爷公司里请客，把太太也接去了，他们不回来吃晚饭。嗯。哥哥，我好心好意给你介绍，你发什么神经嘛？把人家弄得莫名其妙的。他是乔生。谁说的？他家住在台北，爸爸妈妈都在。那么，他是这个学期才考进你们学校的？不要乱猜，他也是3年级。我从1年级就跟他同学了。从前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说话多矛盾，你没见过他，怎么一见面就说认得他？哼，你现在总该承认了吧，我的同学也会让你着迷。我透露点情报给你，他爸爸是一家外国汽车公司的总代理，听说海外还有很多生意。他是个独生女，在家里娇得不得了，你要追的话可要好好的下番功夫啊。像你刚才的样子会把人吓一跳，一见面就瞪着人家说认得他。哎，他到底像谁啊？像他自己。我们年轻人刚出来做事情，还要请老伯多多支持啊！只要有计划，你肯努力，一定会有前途的。是的，老伯。你什么时候来的？啊，雨裳，师傅知道你下午没有课，中午就来了。啊，坐下来歇一会儿吧。我还有事。雨裳，嗯，师傅正在跟我谈，他的公司里头要做假发外销，打开欧洲市场。我觉得这个生意很有前途。爸爸，那不关我的事，你们在这儿慢慢谈生意吧。雨裳，世彻准备得好半天了，他要接你出去玩。他今天来的不巧，我哪儿都不想去。这孩子真不像话。啊，老伯，没关系，我可以改天再来。啊，那我告辞了。啊，伯母，再见了。真不好意思。不要紧。好。伯父伯母请留步。沐风，你去不去？怎么样嘛？哎，我哥哥来了。
我今天特地来做两位的司机，表示那天的歉意，请两位小姐上车。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雨裳，你坐前面。丢不了的。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我说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了？你怎么知道我从前是长头发？你笑什么？我觉得你如果把头发留长了会更美。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很难看？在几个月以前你们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新加坡。我听沐风说过，我在那儿遇见一个女孩子，为了生活在夜总会唱歌，她头发长长的，让人一眼看去就觉得她楚楚可怜。你很喜欢她？当时我确实付出了感情，回来以后我写信给她，结果信都退回来了，我才发现她一直在欺骗我。于慕怀，你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这儿来，就是来谈你从前的女朋友？青石料落一裳，大冬料落西方，黄落衣。这些都是生意人玩的花样，其实这些火花还有干冰帽的烟跟冰激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不要试试？都怕胖，不愿意吃的太多，其实吃冰激凌也会胖。叶欣，你知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叶。对不起，我老是忘不了叶欣。那天在你家第一次见到我，你就说认识我，我真的那么像他？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的渡船上，你忘了？于慕怀，如果你再把我当作你从前的女朋友，我就拒绝再跟你出来。我哥哥好像追你追得很疯啊，他本来就是个疯子。哎，他这一个礼拜在忙什么？那只有你知道了，他最近都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啊。我不骗你，他整整七天没来找我，连个电话都没有。整整七天记得那么清楚，看样子你已经掉进去了。杨雨裳，你们到哪儿去啊？刚下课想去看场电影。怎么你们不认识啊？他叫欧世浩，他是于慕风。我知道你，校庆的时候我看你演过话剧，演得很好。你是篮球校队，我看过你打篮球，打得不错。那你们是彼此仰慕很久了，别开玩笑了。
小姐还没回来，我不知道。好的，我告诉她好了。嗯。哎呀，小姐，我刚刚挂上你的电话。是谁打来的？好像是姓王的，他叫你回来打电话给他。有没有姓于的？好像没有。哎呀，到底有没有？姓于的很好记，想到吃鱼就可以记住了，真的没有。好了好了，不要再啰嗦了。喂，我是杨雨裳。欧世彻，欧世彻，我知道你是欧世彻。不去，我有事。我不想出去，再见。喂。到底怎么回事啊？跟你讲，我不去，你怎么这么讨厌，不要脸？跟谁在发脾气啊？真烦人，一次两次的打电话来，讨厌。是不是欧世彻啊？我懒得理他，跟他在一起一点味道都没有。雨裳，你为什么最近心情不定的？有事？做人真没意思。从前我不认真的时候，你骂我游戏人生，现在我认真了，没想到这样哭。你对谁认真呢？申不峰的哥哥，前几天来找你的那个于墨怀，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来找我了。该死的于墨怀，希望他被汽车撞死。醒了，墨怀，是我，几天没见你，我好想你。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我想跟你见见面。现在？嗯，现在。现在几点了？凌晨三点。你真能发疯，你在哪儿？就在你家附近。你愿意出来跟我一块儿发疯吗？好。你在我家大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出来。有事也可以来个电话。雨裳，我们认识多久了？两三个月了。不止吧？那天我在你们家见到你是刚刚开学，现在还不到三个月。我觉得我们认识有半年多了。你的日子过糊涂了。人还是糊涂一点好。稍微理智的话就会提醒我不要跟你太接近。为什么？因为你的男朋友太多。我男朋友是很多，但没有一个认真的。包括欧世彻在内。谁告诉你的？我是记者。包括欧世彻在内，我只有对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么说你对我是认真了？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相信我。哼，我不敢相信你，因为我已经上过两次当了。我所得到的教训是人生如戏，尤其是男女间的事，不过是随便玩玩罢了。你深更半夜打电话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好玩？当然是好玩。我报社下了班，叫你出来玩玩。小姐，你不会以为我已经爱上了你吧？哼，那你就错了。我得先告诉你，我从来不动真感情，更不会轻易爱上一个女孩子，也根本没有想到要结婚。你不要自抬身价了，鬼才要跟你结婚，你不配。哼，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跟我投怀送抱？难道说那也是为了好玩？不要跟我撒野，这样玩就没意思了。自己回去好好想想，我也该回家睡觉了。谁？哎呀，哥哥，哥哥，你怎么欺负杨雨裳了？杨伯母刚刚打电话来说，雨裳深更半夜从外边跑回家，哭哭啼啼的，一直到现在都在骂你。哎，你别睡了，杨伯母叫你起来去解释一下。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该让他妈妈解释一下，他叫你的什么好女儿？哥哥，杨雨裳是我给你介绍的，她家里我也常去，你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家？你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告诉你，我既没有占她便宜，又没有强奸她。你别说那么难听，我不管你怎么得罪她的，你现在跟我到杨家去一趟。去干什么？去赔罪？你休想！哥哥，我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去一趟嘛。你以为我去了，杨雨裳就不会发脾气了？哼，说不定火气更大。妈，你看哥哥他就是蛮不讲理。穆怀，你就别再闹别扭了，去一趟吧。如果你做了什么事，就负起责任来。杨小姐论人品学识都很不错的。妈，您在说些什么？你们都以为我跟杨玉裳有关系？哼，真是天大的笑话。好，我去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你要是这么大的火气，那还是别去了。于小姐，哎，伯母，穆怀，你可来了！雨裳从半夜一直闹到现在，我这个做母亲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伯母，对您来说我真是抱歉，不过我知道雨裳的脾气不好，一定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是男人，心胸宽大，你不要跟他计较。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伤心过，你快去劝劝他。好吧，请您带我去看他。滚出去，尤穆怀，谁让你来的？你这混蛋的东西，居然还有脸来我们家！你滚，滚！雨裳，你这样太过分了。我哥哥是来跟你道歉的，有什么话好解释？谁让他道歉？我不要他解释。你哥哥是个衣冠禽兽，冷血动物。我是冷血动物，因为我逢场作戏，对感情不认真。可是我问你，你是什么？是海鸥吗？是谋杀了丈夫要跳海的妻子，还是新加坡夜总会的二流歌星？伯母，请您看看这几张照片。这个歌女，她父亲酗酒，母亲生病，哥哥关在监牢里，她用这些来骗取别人的同情。哼，你的戏真的做足了，
我也承认你有演戏的天才，但是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傻瓜。你早就知道了。我受了三次骗，为了证实我的神经没有毛病，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找到这些资料，你自己拿去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毛病。这都怪我，是我从小把他宠坏的。你从小就喜欢玩弄别人，小时候扮成乞丐去戏弄警察，扮成残废的少女去戏弄一个好心的老太太，仗着你父亲的事业遍及海外，你可以到处去旅行，去满足你戏弄别人的心理。你扮舞女、歌女、多情的少女，把别人玩得团团转。我真倒霉，在香港的渡船上遇见了你。好了，哥哥，说过了就算了，女商还不是为了好玩。她好玩，别人是当真的。我在新加坡把旅费都送给她了。那天晚上，我本来想坦白地告诉你。你为什么不说？我说了我会到台湾来的。你到了台湾还装着不认识我。我当然只好装下去。余慕怀，你也够阴险，你早认出是我，故意接近我，用车子接我，又对我若即若离，你就是诚心要找机会报复我。你说的一点不错，不能永远上当的是我。哈，最后你还是个大傻瓜，因为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哦，那昨天晚上对我投怀送抱的是谁？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以为你占了便宜，我14岁就跟男人抱在一起。好了，不要再说了，你们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保姆，世彻，你来的刚好。是老伯打电话给我说你在家哭哭啼啼的，告诉我，是谁欺负你了？就是他，于慕怀，你们没见过吧？他就是欧世彻，我的未婚夫。你以后可以不必再自作多情了。世彻，想不想我吗？嗯。我一直想你，我一直爱你。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我哥哥于慕怀。于大哥，我常在报上拜读您的大作。他是我同学，读经济系，妈说请他到家来吃晚饭。啊，欢迎你到我们家来。贵姓？我叫欧世浩。欧世浩？他是欧世彻的弟弟。哦，请坐。啊。你哥哥好像对我不高兴。跟你没关系，你别多心。吴峰，我已经见到伯母了，你看我是不是该告辞了？嗯，不行，还没见到我爸爸，说好一起吃晚饭的。你今天晚上的风度表现得太差，
冷落你的朋友了？人家一口一个大哥叫你，你吃了一顿饭就没理人家。就因为他是欧世彻的弟弟。我告诉你，他们的父亲叫欧青云，是台北的名律师，但是名声并不太好。你跟他的儿子交朋友，最好当心点。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杨雨裳？你是来找我的麻烦？我是想要帮你的忙。这一个多月以来，你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杨雨裳也一样，神不守舍的，你们两个这是何苦呢？他有什么苦？你知道他跟欧世彻已经订婚了。订个鬼的婚！欧世彻追了他两年，一点成绩都没有。是你帮了欧世彻的忙，把雨裳推进了他的怀里。那天我们都看到了，他自己也承认。他那是气你的。不，他恨我。就算他恨你，哥哥，你虽然比我大几岁，可是你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他恨你，气你，骂你，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爱你。他为什么不恨别人呢？你们就是为了一点可怜的自尊心，谁都不肯低头。你刺伤我，我刺伤你，其实你心里爱他，他心里也爱你。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去向他道个歉。你是个大男人，说句软话，矮不了三寸。不要把幸福关在门外。我觉得爱情是最神圣最坦白的。比方说，我喜欢欧世浩，就把他带到家里来，让家里的人都认识他。你们小姐在家吗？在。嗯。孟怀兄，早，好久不见了。你好吗？还好。啊，请坐。阿秀，倒茶。啊。啊。孟怀兄，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抽烟？啊，不，谢谢。雨裳还没有起来，她一向就这么懒。你坐一会儿，我去叫她起来。啊，伯母。哎，孟怀，你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啊？伯母，我最近忙一点。雨裳还没起来呢，我去叫她去。伯母，我去叫好了。你妹妹倒是常常来玩，你没事也来走动走动。事情过去也就算了，不要再放在心上。嗯，哎呀，讨厌，人家还小懒鬼该起来了。你出去出去，人家昨天晚上睡得好晚的，讨厌。嘘，于母怀来了，在楼下。他来做什么？啊，他是来看你的嘛。我有什么好看的？我是路过这儿来看看您的。别这么说嘛。人家来，我要上班去了。你哎，别急，再坐一会儿。嗯，世彻他也是刚来。哟，这是谁呀？一大清早就跑到我们家来。对不起，我不该一早来打扰你们，我是来看伯母的。哦，幸亏你解释清楚了，从香港追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又追回台北，只是为了看我妈。雨裳，你不要一见面就斗嘴，你就不会说两句好听的？有什么好听的？他也不是来看我的。伯母，我走了。哎，孟怀兄，今天雨裳没课，我想跟他去郊游，你没事一块儿去吧。你不对我
烦死了，我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你是不是又想于慕怀了？我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杀掉他。你要不要妈告诉你一个方法？把他找来，当面告诉他，就可以把他高兴死了。妈，你真的以为我爱他？妈这么大年纪了，还看不出来？你们两个就像两个刺猬，离开了都觉得冷，靠在一块儿又刺得疼。其实你们相爱，但是都太好强了，谁都不肯先说出来。我才不会说，他已经侮辱过我一次，我还上当。你看他今天早上跑来那种态度。他今天早晨是兴冲冲跑来的，你不给他机会表白他的感情，是你跟欧世彻把他逼走的。我跟欧世彻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是在他的眼里不是这样。欧世彻又表现得跟你那么亲热。玉裳，你淘气任性的时期应该过去了，快从一个孩子变成女人吧。女人应该有女性的温柔。妈，你为什么要帮于慕怀说话？你好像喜欢于慕怀胜过欧世彻。不是妈喜欢谁，问题是你喜欢谁。欧世彻太圆滑，人也深沉，不像于慕怀那样直性子。妈不再表示意见，你好好的想想，幸福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喂，喂，喂，是谁啊？半夜三更开什么玩笑？慕怀，是我。啊，是杨小姐还是欧太太？你又要耍什么花样？是不是你的欧先生不在身边，想要约我出去散步？我真后悔，今天早上又做了一次傻瓜。你这混账东西，你该死，你该死，你该下十八层地狱，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我恨你，你这个不得好死的鬼。不管女儿喜欢嫁给谁，我们的财产都够得吃一辈子。哼，你就只会这样想。哎，我们做父母还要怎么样？老实说，像雨裳这么任性，我们也够操心了。我倒是真想有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来替我管管她。爸，我要结婚。你要结婚？跟谁结婚？欧世彻。孩子，你不能开玩笑。妈，我要嫁给他，我要嫁给欧世彻。你不能赌气，你明明爱的是于慕怀。我从来没爱过他，叫于慕怀去死。让他结婚吧，我们尊重你的决定。欧世彻有涵养，有忍耐力，他可以容忍雨裳的坏脾气。你还不成熟，你还是个孩子，我觉得你结婚还太早了。陈明兄，这门亲事可真是门当户对啊。谢谢。今天刚巧我公司里开会，特地到府上来道个喜，待会儿我就不去中泰宾馆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请坐一会儿吧。哎，老朋友了，你可别见怪啊。啊，我们不打搅您了，您忙吧。啊，谢谢。好，再见。啊啊，楼上。喂。啊，是啊。啊，
好的，我马上告诉董事长。啊，好，好的，董事长，我们先到礼堂去了。啊，好。董事长，啊，欧少爷的礼车已经开出来了，一会儿就到，我到外面去等着。好好啊。阿娇，啊，去楼上看看准备怎么样了，催太太快点。啊。太太，礼车就要来了，老爷请你们下楼去。好。玉裳，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做一个家庭主妇了，要学得温柔点儿。谢谢谢谢啊，不用客气了。好好，再见。嗯，你是？我是于木怀，杨老伯。从前我对府上有不礼貌的地方，请您不要见怪，我特地来跟您道贺的。伯母，恭喜您，这幅画是我送给雨裳的。谢谢你，木怀。雨裳，我祝福你，相信快乐和幸福会永远跟着你。我告辞了。好了吧，可以走了。穆怀兄，恭喜你。啊，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真是无上的光荣。没什么。哎，你不去观礼了？对不起，我先走了。爸爸，都准备好了，我们也走吧。啊，好，走吧。不错吧，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很早就想弄这样一部车子，今年最新的。你哪来的钱买新车的？老丈人是汽车公司的总代理，我买车子要花钱。是爸爸公司的，他送我的。啊，好太太，待会儿我们开车子去兜兜风，到外边去吃晚饭好吧。我不去。嗯，哎，不要扫兴嘛。嗯，不去就是不去，什么叫扫兴？奇怪，我每一次用你爸爸的钱，你爸爸都很大方，你倒反而有点心疼。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钱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一个大男人结了婚，就应该负担一个家庭。这房子是我爸爸买的，这家具是我爸爸送的，连去日本度蜜月的飞机票、旅馆钱都是我爸爸付的，你怎么还好意思问他要车子？那是因为我有个有钱的老丈人，我不花他的钱，给谁花？有钱是我们家的，不是你姓欧的。回来，我在跟你说话，你不可以说走就走，这是最起码的礼貌。你现在嫁给姓欧的，做了欧太太，第一件事要先学会服从。你是跟我开玩笑吧？我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服从。我会教给你，我会让你知道谁是这个房子的一家之主。桂嫂，桂嫂，桂嫂。哎，先生，把这幅画摘下来，是那个小子送的。
我越看越不顺眼。不许动！站下来。啊，先生，啊是。桂嫂，你敢动那幅画，我马上叫你走。啊，太太。站下来。没有人敢叫你走。我下个月加你薪水，快站。欧师生，你这个疯子。说给妈听，世彻对你还好吧？我这是多问的，新婚夫妻怎么会不好呢？妈，不管好不好，丈夫是我自己选的，事情也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再让您为我操心。雨裳，我太了解你的个性，结了婚不比从前了，你要顺从他一点。嗯，哈哈哈哈，我们的小夫人回来了，来来，让爸爸看看。爸爸。雨裳变了。嗯，我变了。哎，你自己不觉得你变得比从前文静多了？我早就说过结婚对你好。哎，世彻没一起来？他公司有事。他公司辞职不做了，他没跟你说过？没有。前天他到公司来看我，说他那个假发公司没有什么发展，他要跟几个朋友另外成立一家贸易公司，要我帮他出200万的资本。哦，他是做董事长。爸爸，您给他了？我叫他下个礼拜到公司去拿。您千万不能给他。为什么？您不能都由着他。哎呀，我是觉得他年纪轻，事业心强，他是我的女婿，我不支持他，支持谁？爸爸，他事业心强就应该自己去闯，不能老在您身上弄钱，再说那样对我也不公平，别人会认为他不是跟我结婚，他是开了一座金矿。你不是到公司去了，怎么这么快就下班？你真是个好太太，11点多了还不起来，真会享受。我告诉你，你要享受，就得帮着丈夫赚钱。你居然敢在背地里头破坏我！你说什么？你前天回家跟你爸爸说了些什么？你要负责赔偿我。他已经答应给我200万。放开我！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你这个鬼东西！你敢骂我？你该死！你混蛋！我警告你，你再骂我，我就揍你！你敢？哼！你最好不要试。欧世彻，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钱？是我让我爸爸不再给你钱，你拿不到钱就回来跟我发脾气。我就是要看看你的真面目。那你就看清楚吧，撕破了脸什么话都好说，我就是为了钱才娶你的。我不会像那个傻瓜为了什么爱情还送一幅画给你。我不来这一套，我就是看准了你老子有钱才低声下气的伺候你2-3年。你要知道，我在你身上投下了不少资本。我的老爹，你是在我身上投资？只要能拿得回来，我不会跟你翻脸。你真不要脸！嗯，又骂我？你不是父母生的，你不是人养的。我警告过你，让你不要骂我。欧世生，你真敢打我！你这个鬼，我跟你这辈子没完！你这一辈子都要听我的，下次再敢骂我，我就把你衣服剥光了绑在院子里。怎么，你要打电话给你妈，告诉她我揍你，我就是要揍你，你不骂我，我才不会揍你，看你妈会不会袒护你这个好女儿。我看还是打给你爸爸好，把前天的话收回来，把钱给我。打呀。
把话说在前面，我们家可不比杨家。我嫁给你，我家里既不会陪嫁房子，更不会有车，你还是多考虑考虑。你把我看成我哥哥一样。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先听我说，如果你是用那种眼光来看我，刚才我说的话等于放屁。你这么认真，你明明是在侮辱我。我们结婚不但不要你们家出一分钱，我也不让我们家出一分钱。毕了业我就立刻找工作，哪怕是住一个小木屋，也是属于我们俩人的。看样子我命中注定要过苦日子了。哎，我们走了半天了，你请不请我吃晚饭？我们去吃牛肉面。总是在摊子上吃牛肉面，我反对。我们能不能吃点好的？你们太太在不在家？在里边呢。雨然，沐风，你们怎么会想到来看我的？是沐风出的主意，他说今天要吃好一点的，我们就跑到你家里来了。讨厌，不为了吃你们还不来呢。桂嫂，去多烧几样好吃的菜，赶快去做啊。是，可是有个条件，你们吃完了不能马上就走。我们不走，等你的欧先生回来会把我们赶走。他很晚才回来，他很忙。世浩，坐。好，不用客气。好吧，好，你呢？嗯，你们快毕业了，毕了业也该结婚了吧？还早呢。世浩毕了业要先做事，赚了钱能养得活太太，才能谈到结婚。我很羡慕你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计划，不像我。大嫂，你应该常到市区里走走，跟老同学聚一聚，不要整天闷在家里。我本来想把最后两个学期读完，可是世彻说结了婚还读什么书呢，他不让我去。奇怪了，你就那么听他的？你结了婚还没有几个月都变得不像杨雨裳了。世彻回来了，我去看看。雨裳，你究竟怎么样？你哥哥呢？他变了，抽烟喝酒，常常半夜回家，知道后悔已经晚了。我们也刚来一会儿。雨裳，你这又何苦呢？母方，你真是稀客，早知道你们要来，我就把今天晚上的应酬辞掉了。你太太刚刚说了，知道你很忙，应酬也很多。穆怀兄最近怎么样？老样子，他很好。啊、哦，雨裳，上楼来帮我找一下衣服。你们请坐，自己人不招呼吧。我有一个直觉，不知道对不对，雨裳嫁给我哥哥好像并不快乐。我只觉得这个家里冷冰冰的。你没有对他们说什么吧？有什么好说的，我对自己的父母我都没说什么，对别人更不会说了。你可以托沐风带话给你的老情人，定个时间约会一下。我像你说的那样卑鄙吗？哼，我想你还没这个胆量。你敢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我会叫你爸爸赔偿我的损失。拿鞋子来。世浩，要不要喝点酒？不要。桂嫂做菜做得很好，你们尽量吃，欢迎你们每天都来吃啊。你们怎么不动筷子？
别老瞪着眼看我。玉裳，我们应该是无话不谈的，你结了婚是不是并不快乐？谁说的？你别再骗我们了。我知道我哥哥对你不好。你也是寂寞，我也是寂寞，你不见我说我不对你说。你不睡还在做什么？我在等你，今天你回来的还算早。我爱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谁也管不了我。今天我去看雨裳了。不要跟我提他。你怕我提他，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说，雨裳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你要负绝大的责任。你现在每天借酒浇愁，哼，男人就有这份自由，可是雨裳呢，他连哭的自由都没有。活该。这关我什么事？八先生，不配射。哎，你说了，你说了，说了。哎，来，把你喝这杯。哎，不能喝了。喝吧，喝呀。来来来。来来来，亲一个，不配射。不要这样嘛，小玲玲来了会吃醋。怕什么？别起话。我会想你的。哪里？想什么呀？我想你啊。不知道为了什么。坐坐坐。你怎么现在才来啊？酒家真丑。喝酒就喝酒，吵什么劲儿？到酒家来呀，就是要吵吵闹闹。对，这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哎，来来来来，喝酒，干一杯。来，上一号怎么站在这儿啊？欧诗彻这个混蛋，他不亏我那个女的。哎呀，你真是喝醉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哎哎，别闹笑话，快回去坐下。哎，坐下。哎，来来，快坐下坐下。那是欧董事长，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小玲玲是他老情人，我那有什么关系啊？他不可以，他家里有太太，我去揍他。哎，行了行了，你真傻，来我们这儿的客人哪个家里没太太？玉裳，玉裳，是你，莫怀。
我想念你。这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做梦？你的头发又长长了，像我在新加坡见到你的时候一样。你真的是木怀？你喝了酒，是酒把你带来的，是酒给了你勇气。我喝了很多酒，还有很多很多人都喝了酒。你喝醉了，才会来看我。明天，你酒醒了，什么都忘了。不会的，我清醒得很。现在是我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候，玉裳，我是来告诉你，虽然已经晚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爱你。不晚，你再说一遍，我爱你。什么时候再见？我时时刻刻都在等着见你。明天好吗？明天我们到哪儿去？我带你去私奔。如果在半年以前你透露一点消息给我，我们今天就不用私奔了。所以你骂我是傻瓜？这不怪你，是我应得的报应。我要强，我顽皮，我骄傲又任性，这是老天给我的惩罚，我要用一生的痛苦来赎罪。为什么说要用一生？你说不是吗？难道我们真能躲在这儿不回去？当然要回去，但是你现在就要做个决定。决定什么？你真的爱我吗？傻瓜，你到现在还问这句话？那么你愿意嫁给我了？在半年以前你为什么不问我这句话？现在问是不是太晚了？不晚，只要你决心去争取，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玉裳，我们还有好几十年。如果半年以前我嫁给你，我永远是一个任性刁钻的杨玉裳。可是现在不会了，我学会了怎么样做一个好太太。你就是骂我，我都会笑着给你消气。我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她有些儿狂，她有些儿古怪，她装疯卖傻，她假作痴呆，她惹人恼怒，她也惹人爱，她变化多端，她心意难猜，她就是这个样子，外表是个女人，实际是个小孩。你这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天到你家去，碰了个钉子回来。你现在就不该这样写了，她已经是一个女人，不再是一个小孩。你上哪儿去了？出去散步。让我过去。
你下午就出去了。我打电话回来，你不在家，说说看，你上哪儿去了？你真的关心我？告诉你，我跟男朋友约会去。你不要跟我耍花招，不管你做什么事，早晚我都会知道。我不怕你知道，我是跟于慕怀见面，我不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要离开你。离开我？你以为我会答应吗？你没有理由不答应，因为你从来没爱过我。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别的可以开玩笑，婚姻大事也能儿戏吗？玉裳，你不是小孩子了，胡闹的也太过分了。爸爸，这件事我知道我错了。哎呀，这不是买衣服啊，错了可以退换。丈夫是你自个儿选的，结婚才不到半年就闹着要离婚，你们不在乎，叫我出去怎么见人？爸爸，我不要说谎，请你们两位老人家替我做主好了。妈，求求您救救我，我没有办法跟欧世彻再生活下去，那样我会很快就死掉。这是什么话？爸爸，这好像是我虐待他。欧世彻，当了我父母的面，你说你们打过我？爸爸，你相信吗？他说谎也太离谱了吧，我哄着你都怕伺候不好，我会打你。你不是男人，你是懦夫，你做的事自己都不敢承认。你，玉裳，世彻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对你坏的。爸爸，你中他毒太深了，他自己说过，他从来没爱过我，是为了我们家的钱，他才跟我结婚的。为了钱，还不是想你生活得更好一点？他这样都误会我。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夫妻两个吵架是难免的。以后不许再提离婚了。我绝不会再跟他回去。也好，那就留在家里住几天。爸爸，我一定要声明在先，我父亲是要面子的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离过婚的。哎呀，世彻，你放心，那不会的，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这两三年来，我对以上是百依百顺，你们都看到了。你的嘴真甜，你说的有多好听。你看，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他，是于慕怀挑唆他跟我离婚的。我告诉你，我为了要维护我的家庭幸福，我奋斗到底。他是个魔鬼，他真会说谎，可是他的心真狠。玉裳，真的是为了于慕怀？妈，你们为什么都相信他，不相信自己的女儿？我嫁的是个魔鬼，你们都还看不出来吗？玉裳，如果你为了于慕怀的话，我绝不会同意你们离婚的。好，好，你看看，你看我受不了。喂，哎，我是。真难为你了，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怎么不说话？你哭了，我来看你。你不要来，我现在住在我妈妈这儿，没跟她回去。哦，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要说服爸爸妈妈支持我，才能跟欧世彻谈判。你等着我的消息。那我去找欧世彻谈好了。不行，他正在找你的把柄，你一出面事情会更糟。相信我，在家里等着我的电话，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骗你，请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我等你，再见。老魏，你找我什么事？你说什么事？
走，我们到外边去。哎，干嘛到外边去？我要当着你报社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你勾引我的老婆。你胡说！于慕怀，我警告你，你敢再跟我老婆见面，我马上去见你们社长，告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叫你在社会上站不住脚。告诉你，我欧诗策不是好惹的，我花费了几年的心血，不能毁在你的手里，我绝不会跟杨玉裳离婚的。你为什么不肯放我？我爸爸可以给你钱，给你很多很多的钱。要我拿太太的赡养费，我不会那么没出息。你好好跟着我，做我的好太太，别再动歪脑筋。走开。嗯，你怎么这么卑鄙？好了好了，别再骂下去了，我们是恩爱夫妻，我不想打你。我坦白地跟你说，如果你再跟姓于的在一起，我可以让他身败名裂。你如果高兴跟他身败名裂也可以，不过还得加上你父亲的名誉。杨玉裳，你想想清楚啊。你白天要上班，这样一夜一夜的不睡，老守着电话怎么行呢？他说的，一定要我等他的电话，一有消息他就马上打电话来。我怕你等下去啊，头发都等白了。哎，不能打电话给他，他只叫我等电话。欧世彻正在抓我的把柄，我一出面事情就更糟了。我打到杨家去，他爸爸也不赞成我，碰碰运气。我是沐风啊，对不起，半夜把您吵醒了。雨裳在家吗？沐风啊，雨裳前天就回去了。你最近不要去打扰她，让她平静一下。要是再这样吵吵闹闹下去，我都没法管了。是伯母。他不会骗我，他答应这次不会再骗我。啊，于夏姐，太太在家吧？我来看她。啊，先生跟太太到美国去了，我一个人在看家。他们到美国去了？啊，昨天才走的。太太交给我一封信，说好让我交给你的，你等着，我去拿。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离你而去，你是不是怪我又欺骗你了？我跟欧世彻谈判多次，他坚决不肯离婚，最后是我父亲的安排，母亲也同意，我无路可走，只有走上逃避之途，跟他到国外去。莫怀，自从你我相识以来，有传奇性的相遇，这期间我们爱过、恨过、气过、吵过、闹过、分过，我不敢说我们还会不会再相聚，但是我期望我能够再重活一次。我愿意当着所有的人面前说，我爱你，我唯一爱过的是你。从海鸥、叶心到杨雨裳，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别了，不知飞向何处，千万珍重，盼我归期。哎，你再转过来一点。哎，这腰再缩紧一点。哎，再缩紧就不好看了。没关系嘛，你听我的。哎，好好好。哎，这再别高一点。哎，别高一点。嗯，你就听他的吧。好好好好，再高一点啊。
哥哥，你看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很好。你看都没看就说很好，你根本心不在焉吗？新娘子漂亮就行了，礼服并不重要，大家是去看新娘子，不是去看礼服。那，哎，好好好。杨伯母，母怀，杨伯母，啊，杨太太，母父，真漂亮啊！谢谢，于太太，恭喜你啊！做母亲的忙了一二十年，这个时候啊是最高兴的了。高兴是高兴，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玉裳知不知道我后天结婚？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都没回。我今天来，也是顺便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玉裳在国外离婚了，这是上个星期的事。当初我们都以为玉裳太任性，还把欧世彻当成了好人，谁知道到了国外以后，他就把玉裳他爸爸的餐馆也占为己有，他根本就没有和玉裳住在一起，交上了一个美国女孩子，家里有油田，很有钱，他才肯答应跟玉裳离婚的。玉裳叫我谁也不要告诉，我想你们是最关心他的，我还是一见面就说出来了。玉裳明天就回来了。La la la.